社会二，以和为贵，强势回归，杜琪峰执导，古天乐、任达华、张家辉、林家栋等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，带您领略黑帮香港电影魅力。老赖影院在线观看 GXXYCC 电影《黑社会二》，以和为贵是黑社会的续集，讲述的是和连胜是香港最老的黑社会。现任办事人乐少希望说服一众叔父和邓博破例让其连任，但传统维护者邓博却看中了生意越做越大、人马众多的吉米为下任办事人的不二之选。曾经为乐少争夺龙头棍的五人也各自发生了变化，而吉米与幕后老板扩展其内地生意，被公安警告只能旅游观光，不能涉及生意活动。为了实现大计，吉米仔表态极力争取做和连胜新一任办事人，终与乐少反目。乐少为了铲除障碍，说服了东莞仔与其联手绑架吉米的幕后老板，以迫使他放弃做新办事人。乐少与吉米正式展开决斗，这场江湖冲突不可避免，究竟谁将胜出？赶快前往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，一起探讨这部黑帮电影的结局吧。